潮男石宇奇全英赛亮相，新发色配上新战袍，帅呆了，跟人一样帅气的就是石头的招牌大斜线了。今天的底线质量真的太高了，但同样石头咱能不能稳一点，不要总是颤颤巍巍，看的是心惊肉跳的。第一局后半段失误还是有点多的，无谓失误还是要避免，总让人担心啊。不过最终 21.16 分先发制人。第二局石宇奇基本上没给对手机会，长山干太也是比较着急，频频失误，石头接管比赛，21-11直接锁定胜局。恭喜石头喜提开门红，希望石头稳扎稳打，全英赛绽放光芒。他可是年少成名，18岁就先后战胜成龙、林丹，拿到全英赛的冠军，希望这个福地继续给石头带来好运。明天对阵桃田贤斗 vs 昆拉武特的胜者，遇魔力愈坚强，遇魔力愈闪耀。阿祖已经退赛，彭彭宋洛剑又出局了，李世峰还要和武家朗再度交手，翁宏阳将要和乔帮主再续前缘，加油南丹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，不迷路。